爆竹声中醒睡眼，旧岁走迎新年。今天节目开始之前，让我带您吃吉祥菜过健康年。大家好，我是铁峰。今天呢，我们这营养菜名字叫新年更富足。哎，怎么个富足呢？大家看到屏幕上这二维码了吗？赶紧扫它进群就能抢红包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先做点什么呢？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腐竹，它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，但是没有胆固醇。这要是跟肉比的话，这肉类脂肪啊，它是赶不上腐竹的。所以呢，在节日餐桌之上，我们加上这么一道腐竹，哎，再合适不过。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食材，首先是这个干的腐竹，小米辣，哎，准备点大蒜，准备点葱，五花肉。做菜之前，这个腐竹呢得提前泡，泡多长时间呢？大概2个小时啊，最合适。我呢，这是已经泡好的腐竹。这腐竹怎么切呢？其实啊，就是切寸段就可以。这五花肉啊，咱们顶刀切薄片，然后蒜呢、啊、切末，然后呢小米辣切段。葱呢切成丝儿，我们用少许油煎这个肉至两面金黄。那这时候油温上来了怎么办呢？可以提前下料酒，我们可以加生抽，下葱丝儿，下蚝油，下腐竹，水不要太多，这个时候用小火啊焖一会儿，这肉焖3分钟就可以了。加蒜，加小米辣，好嘞，收汤这就可以了。这道新年更富足做好了。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今天的节目大家千万别错过。节目当中扫码就能抢新年红包，人人有份，金额大小就看您的运气如何。好，不多说，接下来就请各位跟着我和相声作家王振华老师一起学做新年营养菜。给大家发红包，我看着红包了、看见了，我也来抢一个、看了多少钱了吗？看了3.6块。哎呀，好心情啊。学会这些过节菜，新年健康幸福来。你说这我们家的年夜饭要是有这么好看的菜，那我就赢定了。开年送福利，新春红包在等您。全国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。相声演员王振华在此祝福大家年年如意，岁岁平安，吉祥富贵，幸福安康。当然了，还是首先请出我们大家的老朋友，中医养生营养师铁峰老师。振华老师，铁峰老师，过年好！哎，过年好！过年好！过年好！虎年健康来，新春祝福到啊！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过年好！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呢，我祝愿大家好事接二连三，心情四季如春。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也会继续和大家相伴，让我们一起吃出营养，更健康。欢迎今天两位健康观察员胖阿姨和莫凡。大家过年好。
哎呀，我瞧着铁峰老师这兜里装的是满满当当啊啊！做鼓溜的，振华老师，这个观察的细，这兜是红包啊，一会儿呢得发给我们工作人员啊，你们都算工作人员吧？啊，那都算工作人员啊。但最重要的是，观众朋友们也有大红包，都在这儿啊，赶紧扫描这个二维码，添加栏微信。然后呢，跟我们工作人员申请加入观众的微信群。别说我没提醒大家啊，我们是进群就能抢红包的啊。铁峰老师啊，关于今天咱们节目的主题，我有一个建议啊，您请讲。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栏目微信上，大家都发来了自己家的年夜饭那个图片。哎呀，讨论最多的就是这初一到初七呀，还能做点什么过节菜？不如今天就说说这个好吃又营养的过节菜吧。没问题，我没问题啊。这个要说过节吃的菜啊，首先我拿手啊。今天呢，我也给大家准备了几道我自己家的过节菜。这个也巧了，铁峰老师，说实话，今天我也没空着手来。哦，怎么着？您给大家带菜了？我给大家带着菜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平常啊，我跟大家说什么扫码呀，收藏菜谱啊，扫码呀，参与互动啊，今天这码必须得扫啊，因为我们节目组今天给大家发现金红包，这个数额大小不一定，啊，抢多少关键看我们这个运气，看手气，对不对？但是您放心，这个红包只要您现在扫码进入我们这个微信红包群，是人人都有份儿，你像我们咱们要去抢也都有啊。除此之外呢，你还可以把你这个年夜饭这个图片发到我们群里，获赞评价排名最高的100位微友，还可以有额外的好礼包啊，包邮免费送哦。哎，我看着红包了啊，看见了，我也来抢一个。我这怎么还卡了呢？你说，看不着了。看了多少钱了吗？看了。3.6块。哎呀，不少其实啊。你们没想啊？我没想着。跟着凑凑热闹，沾沾福气吧。但是铁峰老师，现在上菜啊还是有点早，我看观众朋友们也会在群里啊讨论各种带年味的话题，咱们呢也聊聊这过年的讲究事儿呗。行啊，要说到过年的讲究啊，那互相拜年，这个长辈给晚辈孩子要给压岁钱，这是必须要做的。对，所以呢，我准备了红包，准备这么多。我知道一个啊，就是我妈说初一这天不能打扫屋子，就是垃圾也不能扔，就是不好。那这个我知道。是一个这个很常见的民俗，为的就是说在节日里讨一个好彩头。这个俗传正月初一啊为这个扫帚的生日，这一天呢不能用这个扫帚，否则呢就会扫走这个运气和财运。如果这地非扫不可，那必须从外边往里扫。外边往里扫，同样也滑了，往里滑了。同样的原因，初一这天呢也不能往外边泼水倒垃圾。直到今天呢，许多地方还保存着这个习俗，所以大家都在除夕夜前把家中打扫干净，这是最好的。我们家也有讲究，知道吗？就是过年的时候，如果有人不小心把这个杯子或者这个碗打碎了，肯定不会指责你啊，但是家里人会说啊，没事，岁岁平安，岁岁平安。对，我再告诉您一句更吉祥优美的，叫落地开花，富贵荣华。这好。这振华老师说这个吉祥话哈，那用水好听是吧？好听。到初一这天，吃的大多数都是节前准备好的东西。这叫什么呀？这叫有余。而且呢，新年初一到初七都有不同的吉祥习俗。我跟大家说一说啊。年初二喜回门。年初三不出门。年初四迎灶神，年初五迎财神，年初六送穷出门，年初七虚妄生息。
对，没错。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的家乡还有哪些特色的风俗，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到微信群中跟我们分享。最重要的是，您扫了这个码就可以进群参与抢现金红包的活动。就在节目进行中，我已经抢了3-4个手。哎，厉害了！新春祝福到，过节抢红包。这个俗话说吧，是大年初一啊，吃点甜，甜甜蜜蜜整一年。嗯，一杯果汁，一杯茶，一块糕点血之下。教给大家3招。嗯，我叫什么呢？一杯果汁，一杯茶，一块糕点血之下。新年送福利，更多精彩内容稍后继续。老师，是不是该说说这个过年的这个营养吉祥的这新年菜了？是不是话头都起了？我就看很多我们网友都已经催菜了啊，就怎么做这个过节菜更健康？这个问题很重要。嗯，过节不能忘了健康，以免呢在这个发生这个节后病。当然了，节后病对中老年人来说威胁是最大的，但对于青壮年来说，可能就是节后胖了。嗯，振华老师，你说的太对了。每当到节日啊，那观众朋友们都在微信上问了，你说这过完节吃点什么能刮油？哎，嗯，不有那么话吗？就是每逢佳节胖3斤嘛。嗯，没办法，这吃的太好太多。嗯，节后胖是很烦恼的一件事，但是最可怕的什么呢？是你这个血脂跟着一起受伤。嗯啊，你跟着节日的进程蹭蹭一路往上涨。嗯，对吧？高血脂对身体的损害啊，又是隐匿逐渐进行性的，而且是全身性的。所以说全身的重要器官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供血供氧。嗯嗯，一旦这个动脉啊，我们叫粥样斑块，哎，把血管都堵住了，那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。嗯，对，节日期间呢，大鱼大肉是免不了的。有些老慢病的患者呀，都控制一年了，可算等到春节了，想吃点素的也难呢。嗯，哎，所以呢，这人就怕什么呢？就怕突然间摄取大量的脂肪和盐。嗯，这样对健康的影响是特别大的。有些人呢，平时自我感觉身体不错，嗯，但是一到春节期间，第一起居失常，该睡不睡，第二暴饮暴食，不该吃也吃，哎，就导致机体免疫功能出现各种紊乱，会导致急性的一些身体损伤。新年里打120叫救护车的事儿可不少啊。对，是这样，是，就是还有些人过节这前几天可能就已经开始不舒服了，哎，过节期间又不想到医院去，为啥？不吉利呀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假期之后，各种哎觉得这个不适症状缓解了，减轻了，这事儿他就忘了，放下了。对，放下了。你等到你下次体检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事儿已经变严重了，可能由一个症状已经变成一种慢性病，甚至慢病缠身了。嗯，铁峰老师，您还真得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刮油啊、降脂的这些小窍门。招数我是有啊，教给大家3招。嗯，我叫什么呢？一杯果汁儿，一杯茶，一块糕点血脂下。还是就顺口溜啊。那您先说这个果汁儿是什么？这果汁儿呢叫四青汁儿。四，哪四青呢？嗯，苹果，嗯，芹菜，去了皮儿的黄瓜啊，哎，还有这个甜青椒。甜椒，这四种啊果蔬食材里都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，尤其这西芹，西芹能降压、降血脂、降血糖，这不用我说都知道，对吧？是非常好的一种节日餐桌健康饮品。嗯，这四种果蔬放在一起肯定是不难喝啊，嗯，口感肯定是比较清爽、酸甜可口的。哎，这确实是这样。嗯啊，为了防止啊有些朋友们啊觉得这四青汁准备起来很麻烦，所以我们又研发了这个一杯茶。哎，这一杯茶呢就是大麦茶。大麦茶喝吗？哎，到那个烧烤店里烤肉店，对对对，先上一杯大麦茶。对对对，为什么呀？有原因。嗯，因为大麦茶能解腻消脂。嗯，《本草纲目》里有记载，这是有出处的。啊，说大麦啊，咸温微寒无毒，主治什么呢？
食饱烦胀，汤火伤，小便不通。嗯，这个大麦呀、啊，过炒了之后、嗯，最大的功效就是消食导滞，哎，这个推动体味的运化，能够去腥膻油腻，助消化，能够润肤五花。这个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个大麦茶的这个价格，对、嗯、啊，特别亲民、啊，对，这个推荐真好。嗯，那第三个刮油推荐，这个叫一块糕点是吧？这糕点就有点不太明白。什么呀？哎，我就知道你感兴趣的糕点，不都说厚重吗？是啊，这糕点是什么呢？是苹果山楂糕，用料很简单啊、嗯，做法也很简单。想要吗？想要，咱们观众朋友自己扫码，自己能找到。铁峰老师要说这个新年的养生菜，我这也有一道。你也有？是我们家到了这个年初一这天呢，是一定会吃的啊。刚才我展示一下了，嗯，是我这给大家准备了。莫凡、啊、想吗？想上菜吧，就来上菜来。你挑那个多的自己留下，你比比不？这个多，铁峰老师，这是我的，哎，谢，您给多提宝贵意见啊！哎、谢谢郑华老师啊，真下本啊！我们家管这叫五福汤，尝。莫凡，味道很好啊。嗯，郑华老师做这五福汤啊，用的全是好料啊，有讲究，讲究在哪儿？给大家说说。这个俗话说吧，是大年初一啊。吃点甜，甜甜蜜蜜整一年。过年时喝这碗五福汤啊，寓意是来年五谷丰登，五福临门，五子登科。其中这个主要食材啊，你那个莫凡吃出来了吧？这是桂圆、红枣、莲子、干百合和花生，代表着福禄寿喜财这五福，既有营养，又是能寄托对新年的美好祝愿。嗯，哎，你还别说。刚才我说啊，这个郑华老师做这汤啊，嗯，特别下本，这桂圆的品质特别好，是吧？桂圆、红枣、莲子、百合、花生，嗯，还真是绝配。就在搭配上，它是有价值、有出处的，叫强强联合，互为补益。有了这五福汤，大家就不用担心啊，什么补错的，补过头的，补的不够的，不用担心了。嗯，为什么呢？过年的时候就这些，这五福能补脾胃。嗯，这么一来，你身体的底子打好了，嗯，气血哎补的不就充盈了吗、嗯？对不对？而且啊，你这道甜汤啊，嗯，滋味醇厚，确实非常好喝，就跟您用的这个材料肯定是有关系的。嗯啊，做法这事儿啊，振、嗯、华老师，嗯，必须把它分享给大家。铁峰老师这刚才对我这个一肯定，我现在觉得有点飘，这您过奖了。刚才啊，您给了大家三个这个节日期间的这个刮油酱汁的这个小窍门，分别是一杯果汁儿、一杯茶、一块糕点、血之下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下来啊？如果您没记清，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，添加栏目微信，输入酱汁妙招，就能收到这三种酱汁方法。您还可以收藏到自己的手机当中，方便随时观看。如果您对四清汁、大麦茶、苹果山楂糕有疑问，不知道小孩能否使用，高血糖的老人适用哪一种方法，都可以直接发送问题，铁峰老师会在后台解答您的所有疑惑。如果各位想知道我这个五福汤的做法，您也扫码，然后输入五福汤，就能收到我的私房菜谱。您这个菜谱啊，我都想要。当然了，也得提醒大家，今天扫码好处可多呀。嗯嗯，微信群里能抢红包啊，有这活动啊。嗯，这是一年当中红包数量最多的一天。是，不是我在这儿夸大？嗯嗯，错过今天，那就得再等一年呐。啊，那么经过我们前两天这个红包膨胀活动之后，嗯，我们的红包奖池是又翻了4倍。哎呦，想要进群抢红包的观众朋友们啊，看这里，先扫码参与咱们抢红包，金额大小就得看运气。是是是，抢红包机会是人人都有的。看节目别忘了扫码抢红包。铁峰老师啊，这群里抢红包吧，我是一直都在抢啊，我是一直没落下，就一直在跟着这些好。
好吃好看的过节菜，做法其实很简单。这叫什么呀？这叫花开富贵。哎呀，这名儿听着大，这个更好看。嗯啊，做起来这难度我估计得挺大。挺大，挺大，多精致啊！你看看，不难其实啊，真把食材准备好了之后啊，就这菜，嗯，半个小时就完事儿。新年送福利，更多精彩内容稍后继续。秦红老师，这群里抢红包吧，我是一直都在抢啊，我是一直没落下，就一直在跟着。这是这个过节降脂解腻这小窍门吧，你也给了。然后正好老师刚才说那个新年私房菜吧，我也尝了。嗯啊，然后今天咱们就这样了吗？就没有什么过节菜再往上上？您还没吃饱吗？必须得有啊，今天什么都有。嗯啊，我准备过节的营养菜，可心在第二现场都已经做好了。啊，莫凡，你既然提问题了，这里你最年轻啊，你去帮大家上个菜。行，这活我爱干，这我行。啊，这来劲儿了，这就。来看看我们家这过节菜吧，太漂亮了。哎呀，铁木老师，这菜也太好看了吧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叫竹报平安。好的菜名啊，哎呀，这菜我头一次见，啊，厉害啊，厉害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花开富贵。哎呀，这名儿听着大，这个更好看，嗯啊，做起来这难度我估计得挺大，多精致啊！你看看，不难其实，啊，真把食材准备好了之后啊，就这菜，嗯，半个小时就完事儿。你说这我们家的年夜饭要是有这么好看的菜，那我就赢定了，是吧？是啊，这么好看的菜是拍下来啊，一发朋友圈，有面有面。这道菜我震惊啊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、这叫百合富贵香。哦，在这个事儿的看法上，振华老师啊，咱俩这叫心有灵犀。嗯，是吗？我们家过节菜，嗯，用什么呢？用百合。嗯，哎，我也爱吃百合。您刚才给我们做那五福汤里边，百合也有百合。是，您用的那是干百合。嗯，对，我用的这得是鲜百合。哦，哎，百合这个东西啊，是一个特别招中国人喜爱的一种花卉。对啊，嗯，它名字好啊，嗯，对吧？你看它那个鳞球啊，嗯啊，我们讲叫重鳞紧抱，那叫球茎，拌一拌的啊。这个百合，它这个寓意呢，正华老师都不用我说，肯定非常清楚。百合，百年好合，是和和偕老，是不是？就这个意思，它非常吉祥的。那百合呢，特别适合做营养菜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《神农本草经》里有记载，说百合啊，性寒味甘。能滋阴清肺，哎，能化痰止咳，能宁心安神。就这菜哈，一看这个外形就漂亮，就跟艺术品一样。这些菜也太多了，我们节日里啊，就给大家展示一道菜的做法吧，是吧？其他的大家都扫码自取菜谱，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，添加微信，输入菜名竹报平安，或者直接输入过节菜，就能收到全部的菜谱了。今天扫码大家还能参与抢红包的活动，一年就这一次，错过等一年呢，红包人人有，赶快来扫码。铁峰老师，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第二现场，让可心给大家展示展示，哪个呢？咱是挑一个好看的。这个百年富贵虾怎么样？行，我看这行。我也喜欢这道菜，我也喜欢，是吧？那就让可心来做这道百合富贵虾。嗯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心，今天呢为您带来的这道菜叫做百合富贵虾。一听这个名字啊，就是非常的好看，而且寓意非常的好。好，下面呢我就为您操作这道菜。首先呢，我们准备主料就是这种鲜虾。我们呢不要买这个虾仁来制作，因为呀，我们的虾头啊，包括虾的尾部都是有用的。首先我们将虾呢洗净以后啊，将虾头取下，去虾皮，
在扒虾皮的时候啊，最后这一节呢我们要留着啊，最后一节要留着，然后呢我们将虾仁啊与虾尾分开，留了两小段的虾肉，这个呢一会儿啊我们要制作虾胶来用。好，我们将所有的大虾都这样给它加工一下，下面呢我们将虾肉拍成虾泥，我们将打好的虾泥呢放到容器当中，我们将虾泥内打入一个蛋清，加入少许的盐，加入少量的白糖，加入一点白胡椒粉，搅拌均匀。咱们一定要搅打上劲儿，让蛋清呢吃到虾肉里面，然后加入玉米淀粉，好，搅打至起胶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将打好的虾泥呢啊挤成大小均匀的五个小丸子，我们将虾尾呢插入虾泥当中，然后呢我们将百合由从小到大的顺序呢插入虾肉当中。这是装饰完的这个虾球，我们呢将虾头放在旁边一起呀、啊、上锅蒸制。我们旺火足气儿蒸制15分钟，好，时间到，我们关火。今天的这道百合富贵虾就为您制作完成了。感谢可心啊，为我们展示了这道百合富贵虾的做法。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想要把这道菜谱收藏到自己的手机中，方法很简单，只要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，添加栏目微信，输入百合富贵虾，就可以收到您想要的电子菜谱。今天扫码大家还能参与抢红包的活动，一年就一次，错过等一年呢。现在扫码进群。郑华老师，嗯，今天这个营养菜啊，这个过节营养菜咱们已经给大家分享了，嗯，做菜步骤呢也展示了，嗯，群里这红包呢发的也不少了，嗯，是吧？对，我抢了20-30个的。你今儿手气不错，嗯，但是我比你也不差，嗯，你知道吗？多少？我这一会儿我也抢20多个的。哎呀，这红包还有呢，接着来吧。哎，你们说去年吧，这大家又辛苦一整年，让我说来吧，啊，来来来，咱们导演、策划、摄像都过来，来来来，领红包，领红包。哎，莫凡，你这个你看这菜不一定够吃，你看冰箱里还有什么？来来来，做点菜来。胖姨，胖姨，哎，小丫头，来来。不是红包有我的吧？必须有您的，来，这是最大的。这个大来来来，每人都有。还没有呢。哎，这个，这个铁鹏老师啊，咱们不管怎么高兴啊，咱们这个结束语还是得说啊。好，这样吧，咱们给观众送个祝福好不好？行，我祝观众朋友们福多财多喜乐多，我祝大家人顺家顺百业顺，我们栏目组全体工作人员在这里祝福大家新春快乐，幸福安康。哎，来吧，大家吃菜呀，赶紧来。